请方丈师兄传授你易筋经的内功心法，你的内伤一定可以治好。善哉善哉。螳螂拳，螳螂前爪称为腰钩，手呈三弯，有沉肩垂肘活腕，八纲十二柔，八打八不打之术。内红麻衣，外御八节，进八把，点心招，一打红头，能翻，二勇棒，速度，也想看。以力理气，以气助力。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？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师父凌空是倚天屠龙拳，一抒发对三哥的背叛。